香港哦，则是为了自己国家的这个民主而战。香港的这政改表决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数阶段了，由泛民政党、民政以及多个团体发起的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，昨天以游行的方式揭开序幕了。那么3500个人用脚步汗水来凝聚，要为香港民主而战。心去投票，如果你哋系真心关心而家嘅基层市民嘅话，希望你哋都否决呢一次嘅方案。立法会即将在星期三去审议这政改方案，那么就担心这泛民议员临表态前呢，他们态度会180度的大转变，所以呢，港民现在就上街头要来施压了，提醒议员们要否决政改，要投下反对票。那么全民拒绝假普选的游行，昨天下午3:30从这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到立法会，沿途就高呼要重启政改，要求真普选，还有梁振英下台等等的口号。那么大批警员就在场戒备了，尽管说啊，这黄伞运动已经落幕了。但大大小小的民主运动依旧在香港遍地开花。